黑风蛇以驱魔草为食，它们通常生活在有大量驱魔草的地方，跟着它我们就能找到它真正的巢穴。竟然是七级的黑风蛇，流光之力，不愧是七级魔兽，堪比人类六阶的战力。团长，我拖你上去打他七寸。团长，快躲开，竟然还有一条。王宇无容刺。是驱魔官的侦察队，他们应该也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吧。龙皓臣，他认识我。军情都打探清楚了，很好。线路信息一到手，只要断其补给，定能不战而胜。悠着点，当务之急是活着把路线都护送出去。
追了。有些不对劲，兵分两路，断。大家小心！怎么会？竟然是魔神！跳槽们，落在本大王手里，你们就等死吧！快拖住他！你们赶紧赶回驱魔关！你这跳蚤到底有没有素质啊？居然把我的一牛魔神都搞坏了！气死本大王了！去接巅峰是吧？本大王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魔神之怒！侦察队的人，不对劲，快逃！渺渺之人，诚惶诚恐，尔等夙夜为魔神之威。如将如想。烹牛宰羊，祭拜成福，其魔神佑之。吾等博爱，惠尔无疆，然时已至。报魔神之恩，入我之暗，化而为蝉，陷入之躯，供魔神永生。没想到我们几个六阶刺客就能惊动两大魔神。我们魔神会把你们捆在手掌心里。我说的是所有人。
围全在六阶以上，今天恐怕都要死在这里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暴露，只能拼死拖住这些魔族，给二位和驱魔官争取时间。队长，小雨大人，二队碰上了第61柱异牛狂魔赛贡和第70柱青妖奇魔细儿，已经全部牺牲了。什么？两个魔神？所有侦察队就只剩我们了？魔族的军情就交给大人您传回去了。怕是走不了了，还有一位魔神一直在看着我们。接巅峰的刺客，来，找我。如果你能让国王感觉到疼痛，我就放你们所有人离开。少废话，千机凝炉，千机锁。真是一点没变，妄想靠这点折磨人的手段就让人类屈服，愚蠢又可笑。好硬的嘴啊，驱魔官怎么不拿你的嘴去做城墙啊？别以为杀了我们你们就能攻破驱魔官。驱魔官千年不破，从来不是因为运气。你幼稚，国王的实力可不是你能质疑的。
是你们对我毁灭驱魔关还有大用。哎，怎么只有六张床啊？我们七个人怎么睡啊？搞快点，搬个床都这磨叽，我一营丢人。哎，那不是张营长吗？在干嘛？小子们，怎么样？这床不错吧？特意给你们找的，其他营啊都是六人刚好，咱们团七人肯定睡不下。你们收拾完就出来吃饭，管饱。兄弟，谢谢你之前救我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尽管说，我老张保证万死不辞。嗯，嘿嘿，这下床就够了。啊，为什么是男女混住啊？这样女孩子可一点隐私都没有。哎，走走走，吃饭去。哎呀，我可饿一天了。这是我们的家了，只是简单隔出来的小空间就能被彩儿视为我们的家。家这个字对曾经的彩儿来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奢望？团长，这不是驱魔关魔法师团团长吗？他去我们营做什么？以后，我们两个就要在这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欢迎进入九荒镜系统，我可以助你重生。修炼，我要变得更强。我行万剑，我造的蝼蚁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各位看得那么认真，想必已经对扫码流程领悟于心了。
总长大人有特别任务指派于你，现命令你立刻前去报道。军令如山，你要反抗吗？我再说一次，请你离开。团长不会有事吧？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有什么能耐配得上我的女儿。为保持隐蔽，行动只有你我二人，两分钟内必须抵达出口，你若未到则视为行动失败。这是千文双刀魔，上次我们六人合力一击才杀死他，这次你们都是我驱魔关的英灵，驱魔关会铭记你们的牺牲。